个人的 weekend 吧，也难得今这一拜，没有这一拜，明天也要工作。我今天早上先上了一堂瑜伽课，然后这堂是叫 Hatha Flow， 然后一样是 Destroyed， 因为我的教室在湾仔嘛，所以我现在在立冬街的一间新的餐厅。其实我本来以为这里是一间 cafe， 就我印象中，但是结果进来之后发现它好像是一间就是蛮正式的餐厅，以及呢好像是那种家族聚会啊或者是聚餐的时候才会来的那种。然后我刚一个人进来，他还问我说，哦，你是一个人吗？我就说对啊。然后我看了 menu 之后，我就有点知道他为什么要问我这句话了。虽然可能没有人想知道，但我想报告一下我今天的行程。等一下我先要先去找衣服，因为我最近有一些工作要拍照，然后明天呢会跟 Cherry 跟 Gaga 有一个算是 photo shoot， 对，就是为了我们的 Seeds Up 的 crossover。 你们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应该我也不知道 Seeds Up 结束了吗，应该结束了吧。明天的主题是就是西装比较帅一点，所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搭配的衣服。The moody wind that once made us meet is blowing furiously down the street. The friendly breeze at our back has lately been swaying. And I don't know if you're looking for. 很快跳进来跟大家说，我们大概三个月一次的 PopCare 的团购就在这个礼拜要开跑了，从9月1号到9月6号如果没记错的话。如果之前有团购过，然后大家只是想补货的话， It's available now。 但以防我们有新朋友，还是让我很快的介绍一下 PopCare。 它是一个台湾的保健品品牌，那我自己是吃他们家的 supplement 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了。我自己比较常有在吃的是顾眼睛的金盏花啦，然后日常的 B 群，然后对女士很好的美好莓果，还有这个维他命 C。 每一款详细介绍其实在团购网页都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选择。如果大家已经吃过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话，他们其实还有这种补充包可以选。这次团购一样是台湾满台币3500，香港满台币5000就可以免运。那所有的资讯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那当然还是要问题一下，就是 supplement 这个东西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身体状况跟需求来做选择，千万不要盲目的吃盲目的买。我自己个人有吃跟没有吃差别最大的应该是美好莓果，尤其是女生的私密处保养的部分，我觉得真的有差。所以啊，我们回到影片。你好，你来探店吗？对，但是我没有带东西。对，你为什么不带？我带我的诚意了。你两手空空，你这样对吗？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KCE 的 Pop Store， 同时间请大家上网买，帮我提这个。房子，对，我们在这边 K 实际是开三个月的，中秋节的小礼物这样，就是不送月饼的话，其实曲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有这么觉得吗？哎，百刘威今天是星期六哦。真的，你想要想表达什么？我还在工作。拜拜。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其实阿妹邀约我很多次了，但是我今天回台湾，所以就没去到。为什么 Cynthia 会买红萝卜？怎么可能？我刚刚也是这么觉得，因为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我自己很想要尝试的食谱，其中一个食材就是红萝卜。然后虽然说我真的就是对红萝卜真是厌恶至极，但是我觉得那个 recipe 如果没有红萝卜，好像会就是逊色蛮多的。刚买了一些 protein 啦，然后蔬菜，然后坚果、水果，然后淀粉，还有这个鸡汤。以前在美国的时候，都会特别去 Costco 买那个大包装的那个 salted almond， 因为我真的超级爱吃，但是坚果真的很贵。
Never thought that you could be standing there so close to me. 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I should say, but words can't wait until some other day. Kiss me twice, then kiss me once again.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Never felt like this, my dear. Can't remember when.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You never know how many dreams들어보셨습니까? 네. 그래. 奇怪，最近我家的植物有点悲伤，就是很多都枯掉了。我想要把枯掉的树枝给拔下来。No, 我拔到一只健康的，插回去。我说的哭是真的哭了。真的是很少数被我用到快要见底的 cream， 它的不便宜是有它的理由的。准备晾衣服。Hello， 大家，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任务，就是因为我们过几天就是 seed up 了，然后因为其实当初一开始在联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都想邀请，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行程的关系，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可以做到像是 crossover 的党主或者是表演者这样，但还是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玩这样，所以我现在想要来 update 一些在我脑海里面有出现的名字，希望现场也可以变成一个另类的交流大会吧。啊，这是我自己最想看到的一件事情。
sing the song, I'll do the dance. You take the lead, I'll take your hand. Foxtrot or cha-cha, rumba or salsa, whichever rhythm you choose, I'm following you. Sashay and shimmy around the room. Fall onto me, slip into you. Our bodies twist and turn. You got my vision blurred, and now my mind's in a whirl. Keep on spinning me around, girl. My troubles and worries are magically fade. Whenever you give. 哎呦，现在准备录 podcast。我刚刚尝试把我想要写的一些东西写下来，但是我发现，但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用，所以我想说就先算了。其实 podcast 真的是我很想持续的一个东西，但是真的没有办法排在我例如说要做事情的优先顺序上面，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排到太前面，对，但这个是我的兴趣，然后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其实真的也蛮想，就是真的是会多录一点这样。就是我老实说，就是我透过 podcast 听到很多人可能跟我有共鸣，有一样的想法的时候，哇，那个感觉真的是蛮棒的。就是透过 podcast 我可能收到了一些 feedback 或者什么，是比影片还要更多呢。我自己是很喜欢就是听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的 podcast 能够给一些人，我不敢说我的 podcast 多么有启发性，还是就是多么的有一些什么意义在，但是如果你们听了我的 podcast 然后会感觉到哎，这世界上还有人跟我有一样的想法，那其实我真的就已经很满足了。我之前可能也讲过很类似的话吧，但就是想要再重复一次给大家听。麦克风终于 set up 好了，为了之后可以督促我录，我打算这个麦克风就一直摆在这里，不会再收起来了。然后我今天点的蜡烛是这个 Diptyque 的 Mimosa。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podcast. 评委是他就你是谁商业才什么商业年会之类的。我们今天是来拍那个 CZ 的 product shot， 其实我们是非常 last minute， 其他人都已经拍完了。对啊，而且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拍照，对不对？对，好像平常，而且我好像也没有跟别人一起拍过照。有啦有啦，我跟 TOO 拍过照，但我们刚刚看的照片已经很好看，超美的。从外面拍的哪件？头发可以在。西装的 duo， 结果又变成 duo lipa 了，这个反转，这个是今天的 reference。那个我们还要跟我给。Oh my god！ 一直拍的不是你啊？拿下。真的？但是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有名字的。快！真的。这个是我的，但是我又忘记他的名字怎么讲了。Shachu， 它做每一天的意思。然后这个是 Sherry 的，然后这个是嘎嘎的，然后三支新的味道。现在已经时间是晚上的12:30了，对，今天拍摄结束了。来介绍一下，这个是我是怎么介绍？我是这个 Isman 的创办人
创办人。然后我是天蝎座，然后我家里有一只猫，有没有狗？这不是交友软体吗？我是一个好人。对 ，OK。很高兴可以跟 Cynthia 合作，是我们的荣幸。这大家观众朋友最好奇一点就是，你单身吗？我不是单身。哦，好吧，那现在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OK。谢谢大家，拜拜。对，拜拜。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